来了。 注意，有些那个电影有那个年龄分级哦，不要乱看哦，知道吗？好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现在会不会很热？很热对不对？那我跟这种天气，全身黑又戴了一个类似围巾的这个丝巾，这到底是谁的主意？是老师的主意，老师是谁？是都老师哦，那还有预备老师，那没办法，他们都喜欢玩这种的，这么过分的。好啦，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，我来问问你好了，今天的表现给自己打几分？九十。
95是不是？你呢？你打几分？97，你比他高两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的蜘蛛网都大。好了，开玩笑，无关紧要，好，跟评审老师没有关系，好，纯粹跟你们聊个天而已。好，来，赶快下去，多喝水，先拍个照，然后就可以休息了，好不好？也是一样，期待你们今天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。